刚才啥情况啊？那你拦着不让旅客进去？为什么不让我进？不是谁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？为什么不让我进？我是合理的旅客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进来，我是合理的公民，对不对？我是公民吗？对不对？别推我啊！别推我！你别推我！别推我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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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推我一下试试？你再推我一下试试？再推一下。啊！你可以干，我就搂着。现在你涉嫌扰乱场所秩序，我们对你进行传唤，跟我们走。小伙子，这怎么样？现在对你传唤，走，走，走。我啥没干？别动！别动！